个冰淇淋一般般。第一次拍 vlog 不知道说什么呢。这个窗子还挺好看的。已经淋一手了，我吃不掉。路口呢，就要往前拐去扎斯曼定了。好的，这里呢就到了扎斯曼定的入口。走到这里来了之后呢，我就非常困惑。又到了人生的岔路口，到底该往哪边走？晴的那边吧。这条路看着挺有意思的。要不还是别了吧。这路真的还挺不好走。朋友们，走到这里我就要打开谷歌地图谷歌一下我在哪里了。好的，经历千难万险，我觉得我来对地方了。我现在就真的非常困惑，我之前到底有没有来过这里啊？好的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来过这里，看小动物啥的。那有一只羊咩咩。啥也没有，啥也没有。好多鸡、鸭、鹅，
这里还有一只。这里面有一只鸟会讲话，可是我已经忘了是哪一只了。这边有大瀑布哦。好的，困惑的我刚刚问了路人，因为这个标它指的地方没有路啊。汤姆实在是太无聊了，然后我就开始跑步来着。到这里呢，我发现我又走错路了，回头。
石头亭，已经快到我们学校了。这也是我们学校的楼了。这是收了两例新冠病毒病人的奥迪爱医院。我家旁边一个吃早茶的地方，一个酒吧。这是一个西班牙餐厅，然后这个就是我家。